大家好，我是小勇，今天是大年初一，这个传染病弄的哪儿也去不了。本来我们村每年都要组织锣鼓队，今年都被取消了。大家一定不要去人多的地方，咱们都在家开开心心的过个年。现在也快中午了，跟婆婆做饭去。给爷爷拜年。好，爷爷给你发红包啊。一人钱，一人一个，这边儿，老三，利息到，你俩能出来。他不能吃着这钢板呢啊！他不能吃着钢板呢吧？看见不？赶紧吃着，姐姐吃着。不看。把2块钱一人吃呀。没有，真没有。一直往那窜，远点儿转的。漂亮呗。啊，他妈那几个不是挺远的吗？你妈你这边带一点点。妈妈，我不是说汉堡了吗？那。一会儿就变了，我说。我也没呀。啊。现在我这泡泡儿，这个。哎呀，我可直接。一口就吃了。